人生面临多种选择，他的选择与常人有何不同？选择到最偏远的一个团队，一个步兵团。双学位高材生、侦察兵、黑旋风，两种角色如何转换？就是因为自己的军事素质的欠缺，然后不能够在战士面前有话语权。精英在场，高手云集，他如何带领团队，一鸣惊人？我们的同事以前的话，都叫我是活地图。军旅人生，本期为您讲述杨建松，侦察兵的选择。讲述军旅故事，分享励志人生。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军旅人生》。在上一周的节目当中，被誉为魔鬼教头黑鹰的侦察营长方云辉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节目当中，侦察兵呢就是一群技艺超群的武林高手，他们散打搏击，以一当十，跨险越障，如履平地，出枪射击，百发百中。然而您看到的呢，这只是一部分。一名优秀的侦察兵还要具备一种超乎常人的思维能力，无论面对多么错综复杂的局面，都能够冷静思考，缜密分析，有此即彼，有表即里，这些才是一名侦察兵真正应该具备的核心素质。下面呢，我们就带您认识今天的主人公，侦察兵杨建松。我叫杨建松，毕于解放军理工大学，是大理白族人，今年28岁。常说跑兵的嘴，步兵的腿，一天要跑1个5公里，已经成为我的家常便饭。日积月累，在我身上形成了一层天然的伪装网。战友们都叫我海旋风。197。海旋风的由来不仅仅是因为我有勇敢的皮肤，还有我用了17分31秒的速度，打跑了解放军5公里无障越野的记录。朋友说我海旋风是个粗人，因为我每天除了和枪械打交道，就是和训练器材磨在一起。但我从始至终都否认自己是个粗人，因为我有个大学很好的小学生。当兵10年来，最让我引以自豪的就是代表中国军人参加哈萨克斯坦精英国际特种兵比武。我和战友们战胜了7个国家的特种兵，最后站到了最高的领奖台上，为祖国争得了光彩，为军人赢得了荣誉。前方敌人，我走。拥有工科双学位的杨建松，怎么看都像是一位职业军人。他那股敢于挑战、永不服输的劲头，已经成为他10年军旅生涯中最鲜明的性格特征。明白没有？明白。学校分配的时候，因为自己的话，在学校，各方面的素质还可以，学校有考虑让我留校，但是我自己呢，没有接受这个建议，我就想到野战部队来，因为到野战部队之后，我认为，军人嘛，应该到最有可能去发挥作用，就是说迎接战争的地方，那就是野战部队。杨建松带着自己对军人独特的理解，来到了14集团军某步兵团，成为了侦察连的一名排长。下一步，侦察兵个个是如狼似虎，都是比较过硬。我不能像一个绵羊一样，你用一只绵羊去带领一群狼，最后的结果可想而知。我要把自己变成老虎一样，所以，看到这种现状之后，有一种本领危机感。在侦察连的一亩3分地上，
无论是干部还是战士，每个人都凭借一身真本事生存，没有过硬的绝活，只能被淘汰。杨建松甚至要想在侦察连站稳脚跟，必须付出更多的努力。比如在跑五公里这个中长跑训练时，我们就是以这个时间计算，但他是这个在以时间计算的基础上，还要对自己增加一些复活量，比如说腿上绑沙袋，身上附着一个沙背心，他就瞄手枪，他就拿着那水壶还有那砖块，他就吊到那上面，吊到那手枪上面射击，他一直躲啊，那手我要下来他的手都在发抖，他自己在这坚持。他自己的训练场确实练得比别人多，可能别的那些战士和别的那些参训干部都已经回去休息了，他自己还拿着把枪在训练场练怎么卸弹夹，怎么装弹夹。为了更加贴近实战，杨建松一改靶场上100米、200米这样的整数射击距离，特意选择了在山区丛林射击，把目标设置在56米、221米这样没有规律的射击距离上。在射击之前，还通过炸点、空炮弹等多种干扰，提高心理素质，锻造射击时的稳定性。我觉得搞军事训练是没有捷径可走的，任何一个人他都需要付出非常艰辛的努力，流很多的汗水，甚至会流些血，掉一些皮肉，受这些苦，然后经过这种磨砺，才会让自己逐渐变得强大。步子在那里，下坡了，冲起来，下坡步子在那里，加速。付出总会有收获，杨建松的5公里武装越野成绩打破了集团军的记录，同时在他的射击成绩里记载着，手枪射击、自动步枪、握、跪、立，均为成都军区特战分队第2名。经过磨砺，杨建松终于完成了从一名理工科的大学生到合格的侦察兵的转变。他在时刻准备着另一个挑战自我、突破自我的时机的到来。我叫杨建松，毕业于解放军理工大学，是大理白族人，今年28岁。常说跑兵的队，步兵的队，一天要跑1个5公里，已经成为我的家常便饭。日积月累，在我身上形成了一层天然的伪装网。战友们都叫我海神风。197。当兵10年来，最让我引以自豪的就是代表中国军人参加哈萨克斯坦精英国际特种兵比武。我和战友们战胜了7个国家的特种兵。孙子兵法曰：“服地形者，兵之助也。”利用好地形，充分运用军事地形学，对于侦察兵这种以小群组和单兵行动的孤胆英雄来讲，可是完成任务最基本的看家本领。假如你生活当中是个路盲，开车出门找不到路，无非是耽误点时间，耗费点精力，但这些要发生在侦察兵身上，后果不堪设想。在14集团军，熟悉杨建松的人亲切地称他为活地图。无论多么复杂的地形，周围有没有参照物，凭着一个指北针和一张地图，杨建松都能准确地判定方位，找准路线。讲起他如何练就这手绝活的故事，杨建松永远也忘不了8年前那次当众出丑的经历。
有一次我当侦察排长，然后连长就说，杨排，你带着这个侦察排出去把我们演示的路线去熟悉一下，然后我就带着去了。我带着去了之后，那些班长的话也就考验一下我，说排长你在前面带路，我们跟你走，就这么走。结果走着我就走迷糊了，因为山也很大，地形复杂，不知道该往哪里走，当时很囧。这次经历让好强的杨建松无地自容，他深深感到要把在院校学的军事地形学理论化为实际能力，单凭书本知识远远不够，要攻克这块难啃的硬骨头只有一个字，练。就是地形学的话有这种说法，就是横干成岭侧成峰，你到了远近高低各不同，你远处看还有近处看，你会有不同的发现。一张1:5万的地图，反正这个都是我们基层常用的，可能别人拿着一张图，也就是会去跑2个地方或者3个地方，他基本上拿着一张图要把每个地方都跑个遍。一张地图放在眼前一看就可以把它看地图，哪里高哪里低，然后有多宽，河流沟谷它的走向以及它的幅度以及有可能存在的一些冲沟雨裂暗藏的地形，我都能够通过这个地图就能够概略的做出判断了。凭着这种过人的本领，2012年杨建松参加了哈萨克斯坦国际侦察兵比武，当时面对哈萨克斯坦复杂的地形，他拿到的只有简单的一张图。这个图是在我们这个到达作战地域之后，也就是参赛地域之后，裁判才给我们发下来的，之前是没有接触过。而且到哈萨克斯坦的那边的这个地貌跟咱们国家还不一样，它以这个草原丘陵还有一些比较突兀的一些山林地构成，不熟悉那边的地形。但是拿到图了之后，就很快地进行了这个图上的分析作业。杨建松依照地图提供的信息，迅速寻找出一条近道。在他的带领下，中国队没有走弯路，甚至超过了先于1小时出发的某国代表队，第一个到达终点，为中国队最终赢得冠军奠定了基础。由此，杨建松也赢得了“黑旋风”的美誉。最后是夺得了冠军，而且的话领先优势是比较大的。这告诉我们军人应该亮剑，而且应该敢于亮剑去展示自己。在同一个作战平台之上，我认为我们军人，中国军人有信心去赢得胜利。我们是一个整体，我们搞训练都是这样，打仗的时候你怎么能说前面的冲到山顶了就好了，还是前面的顺利返航了就好了？我们的最后的兄弟在哪里？我们要一起出去，一起带回来。作为一线带兵人，杨建松现在把这种敢于挑战、永不服输的作风推广到了全连、全营。一个黑旋风带出了一支全面过硬的旋风部队。2年来，700多个日日夜夜，杨建松总是穿着一身迷彩服出现在训练场上。今天，为了使自己拍摄出来的形象更加帅气，他2年来第一次穿上了下长服。闲暇时，杨建松喜欢在营区散步，带着一股深沉的型男范儿。训练之余，他喜欢看看书，看似彪悍的白族汉子喜欢看小资情调的爱情小说。驻守在滇西的大山里，杨建松有一个小愿望，找个时间到大城市旅游，最起码先逛逛云南的名胜古迹。至于说到他的感情世界，他故作神秘地告诉我们，他早心有所属，要说什么时候结婚，那还得要等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我认为人生就是一个选择与被选择的过程，你不选择前期的付出，
与努力，当机会来临的时候，机会也不会选择你。杨建松用如此富有哲理的一句话作为自己的人生格言，让我们对他有了一种新的期待。他用十年的成长经历告诉我们，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会面对各种各样的考验和选择，只有用心把握才能无怨无悔，只有你选择了付出，最终收获才会选择你。好了，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再见。